判比赛要带还要带皮尺、嗯。这个球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，又打得蛮深远的，啊，又上去了。郭俊佑今天单场双响炮，哇吼！哦，今天猛啊，郭俊佑单场双响。哇，这个球又被他给掌握住了。嗯，两个位置打的位置都差不了多少，而且就近的点来看的话，也都大约是相同的一个位置。所以郭俊佑今天感觉上，要么就跑一圈，要么就跑回休息室。哦，那今天三次上来，跑一圈的机会比较高哈、哦，有两次是跑一圈回来。落点还蛮相近的。其实，如果是慢动作来重播的话，其实以近的一点来讲，也不会差到哪边去。陈志伟，难道要复制 back to back 吗？再来看一下这个球，进的位置也差不多，跟他前一支全垒打打的位置也差不了多少。所以郭俊佑来讲哦，这里这几年的一个长打的发挥哦，确实也开始慢慢在成熟了。不管是他去年的一个全垒打，或是今年全垒打的产量，确实都有逐年哦稳定在成长当中。